价值，价值创造财富。观众朋友们，早晨好，我是江雨飞。各位早上好，我是李欣。今天呢是2016年1月26号，星期二，欢迎您收看《财经早班车》。照例呢，我们还是先来了解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李克强表示，全面推开营改增，加快财税体制改革。央媒连续发文打击做空，离岸人民币跌幅收窄。早间关注 A 股冲高回落，上涨0.75%，成交量继续萎缩。两会进行时，杨晨表示，上海要持续深入推进经济结构调整。国际方面，欧盟对恐怖威胁作出集体回应，欧洲反恐中心正式启动。我们已经开通了官方微信第一财经资讯，为您提供更多有深度有个性的文章、语音和视频。您可以搜索账号或者是扫描二维码来关注我们官方微信。好，以下呢我们再翻开今天的财经日历，了解一下国内外有哪些重要的财经事件值得关注。国际方面，瑞士呢会公布12月的贸易账，美国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将会召开议息会议，另外呢美国会分别公布11月20座大城市的房价指数，以及1月资商会消费者的信心指数。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财经早班车，以下呢我们将会了解最新的国内时政和财经方面消息。于飞。好的，李欣，接下来我们继续关注到的是国内方面，了解重要的国内时政和财经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克强日前表示，营改增作为深化财税体制改革的重头戏，前期试点已经取得积极成效，今年要全面推开，进一步较大幅度地减轻企业的税负。这对于发展服务业、促进产业和消费升级、培育新动能和深化供给侧改革具有重要作用。上周做空的韩流突袭香港市场，市场一度有人猜测国际炒家有意做空香港市场。而就在这个敏感的时刻，1月21号，索罗斯在达沃斯论坛公开表示，其在做空美股的同时也在做空亚洲货币，声称中国经济硬着陆几乎不可避免。面对索罗斯的言论，新华社首先用一篇中国经济转型测试全球投资者的智慧和勇气的英文文章予以反击。文章称，鲁莽投机和恶意做空将面临更高的交易成本，甚至可能承担严重的法律后果。随后呢，24号，新华社再发文严厉警告索罗斯们，做空人民币死路一条。昨天呢，人民日报海外版也发文称，轻易在中国经济新旧动力加速转换的过渡期做空，最终难免被市场所淘汰。受官方媒体喊话的影响，离岸人民币昨天的止跌迹象明显，截至今天早晨6点报在了6.6092，跌幅达到0.04%，而人民币中间价再次上调15个基点，报在6.5557，显示央行有意维稳。在岸人民币表现也是比较的稳定，报在6.5789点，下跌0.01%。同时呢 ，CFETS 人民币汇率指数最新的数据为100.84，较此前小幅回升，显示人民币对一篮子货币趋于稳定。另外值得注意的是，最近人民币的贬值呢，也是进一步导致了降准预期的下降。央行研究局首席经济学家马骏认为，如果说降准力度过大或者是过于频繁，会导致境内短期利率过度下行，可能会加剧资本的外流。那受到这样的一个情况，包括呢政策宽松预期下降的影响，10年期国债收益率创出新高。10年期国债收益率昨天上涨8个基点，报在2.86%，创出了11月9号以来的最大增幅。财政部日前公布，中国国有企业2015年营业总收入是454704.1亿元，同比下降5.4%。这其中呢，交通、化工和机械等行业实现利润同比增幅比较大，煤炭、石油、建材和石化等行业实现利润同比降幅比较大，钢铁和有色行业继续亏损。经济参考报从权威渠道获悉，为了推进化解产能过剩，国家有关部门正在酝酿推出一系列的政策，建立产能过剩行业退出通道，帮助企业解决产能过剩行业退出所引发的人员补偿包袱过重等问题，进一步推动市场化的步伐，包括过剩退出的步伐，优化产业结构和产能升级，最快将在今年上半年正式出台。近日发布的2015中国信息经济发展报告显示，
2014年，中国信息经济总体规模达到16.76万亿，增速由2008年的10.93%逐步提升到了14.32%。信息经济占 GDP 的比重达到26.3%，比上一季度提高了3.5个百分点。对于 GDP 增长的贡献达到58%。和发达国家不同，中国信息经济增速和 GDP 增速的走势并不一致，两者出现了明显而且正在扩大的剪刀差。报告显示，以互联网新业态为代表的在公共服务领域深入应用的新生型的信息经济和福利型的信息经济正在成为潜在的增长点。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财经早班车，接下来马上进入到的是早间关注，把时间交还给李欣。好的，那么昨天呢 ，A 股呢是小幅反弹，成交呢则是继续的萎缩，市场来看整体是表现平淡的。具体的情况进入我们今天的早间关注。昨天呢早盘，沪深两市都是高开的，午后呢两市震荡走低，临近尾盘沪指短暂翻绿之后再度回暖，但最终呢还是收在了五日均线的下方。创业板早盘虽然一度上涨将近2%，但午后也是率先跳水翻绿，并拖累主板下行。两市全天成交啊，仅有4221亿，较此前一个交易日继续是萎缩。盘面上来看呢，供给侧改革概念再度走强，煤炭、建材行业领跑。两市有70多只个股涨停，将近11只个股跌停。再来看一下融资方面，截止到1月22号，沪深两市融资余额合计是在9790.23亿。环比减少了42.3亿，连续16个交易日是下降，这也创出了去年6月大调整以来最长的一个连降的记录。那分析认为呢 ，A 股短线超卖迹象显现，存在技术反弹动力，但是市场的参与热情不高。这一周啊，需要特别关注的就是美联储议息会议的表态。那昨天的市场量能继续萎缩，我们应该如何来判断后市还能继续出现反弹吗？来听一下申万宏源市场研究总监桂浩明的观点。本周一呢，股市呢这个如期出现反弹啊，因为上周五下午已经出现了反弹的态势，周边市场呢也走好，不过总体力度呢不强，大家由于对未来还有一定的不确定性，所以呢追高意愿不强，市场呢呈现一个缩量这个整理让反复拉锯这样的格局。总体而言，短期内大盘呢将继续在目前这个点位附近做上下震荡的这个位置。那我们再来说说新股 IPO， 新规之后的首支新股高瞻股份的中签率仅有1/2%，这个中签率堪比彩票的中奖率了。本周呢将有5只新股先后申购，天天有新股可以打。那目前呢 IPO 排队的企业多达765家，你如果按照天天有新股可打的节奏来发行，那么大家就担心了 ，A 股能否吃得消？本周 IPO 的5只新股合计募集资金29.64亿。从融资总量和单位融资量来看并不算高，但在2014到2015年间两市共发行新股348家，合计融资2200多亿元。在除去像国泰君安、中国核电、东方证券、东新证券这样的巨型或大型 IPO 后，过去2年上市新股的平均融资额只有4.8亿。西南证券认为，从市场1月初下跌过程中的压力测试来看，目前的 A 股相当强劲，完全能够承受 IPO 融资带来的冲击。两市融资余额已经连续17个交易日下降，规模在2100亿左右，而这仅仅是杠杆金额的净减少。如果算上由此带来的正股抛盘，预计此次开年调整的资金净流出约在3000亿元以上。这部分资金的流出相当于过去2年348家新股在差不多1个月内集中发行，也就是说当前的市场具备承受每年350家左右的 IPO 上市速度。西南证券表示，总体来看，如果能够控制好 IPO 的节奏，新股发行有可能与市场形成正反馈效应，新股上市为市场带来更多新的投资标的，受到市场追捧后出现赚钱效应，从而吸引场外的增量资金入市，使得新股发行与市场上行形成良性循环。那随着1月已经是临近尾声了，机构呢对调整了将近1个月的股市开始不再悲观了。我们来看一下啊，国泰君安的首席宏观分析师任泽平认为，5000点调整以来，市场正在逐步的接近调整尾声，存量博弈之下，2016年是交易和主题投资的时代。未来市场人气需要改革落地攻坚的正式。
那海通证券的首席宏观分析师姜超认为，从国内资产配置角度来看，金融资产优于房地产和银行存款。目前的房地产和存款的体量都超过了100万亿，但是房地产的租金回报率和存款利率都是不到2%的，你倒过来算都是超过50倍的估值，而股市和债市都在50万亿左右的数量级。目前的债券的利率仍在4%到5%左右，股市当中以上证50为代表的蓝筹股息率是在3%左右，这个都是超过了房地产还有存款这个2%不到的这样一个回报率。银行的首席经济学家鲁政委则表示说呢，今年对人民币汇率越是看空，对股市就越是应该坚定的看多。他指出呢，对全球诸多经济体汇率大幅调整的观察，你会发现只要本币对美元汇率显著调整，带动了本币实际有效下调的经济体，它的股市总体趋势都是上涨的，而且是无一例外的。他认为如果人民币汇率调整幅度足够大，令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高估得到了修正的话，很可能真正的大牛市的起点就会不期而至。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财经早班车，稍后呢我们将会继续了解最新的国际时政方面消息。于飞，好的，我们继续来关注国际方面。欧洲刑警组织荷兰当地时间25号宣布正式启动欧洲反恐中心，这个中心将协助欧盟成员国在打击外籍圣战分子、追查恐怖组织资金来源、打击互联网煽动行为和武器走私等方面加强情报共享与行动协调。启动仪式在位于欧盟轮值主席国荷兰首都阿姆斯特丹的欧洲会议中心举行。欧洲刑警组织总干事罗布·维恩莱特在致辞说，欧洲正面临10多年来最严重的恐怖主义威胁，未来可能还会遭遇袭击。设立欧洲反恐中心是欧盟对恐怖威胁做出集体回应的重要一步。维恩莱特还表示，欧洲刑警组织的信息制度和系统绝对安全，并呼吁欧盟成员国给予欧洲反恐中心充分信任。欧洲反恐中心有大约50名工作人员，包括欧洲刑警组织的反恐组专家及欧盟成员国的联络员。欧洲刑警组织反恐组现任组长、西班牙高级警官曼努埃尔·帕尼亚瓜担任欧洲反恐中心负责人。联合国秘书长、叙利亚问题特使德米斯图拉当地时间25号在瑞士日内瓦表示，原定于25号开始的叙利亚各派和谈推迟到29号举行。德米斯图拉强调，出席和谈的代表团应该具有真正的代表性，同时和谈应该符合联合国安理会第2254号决议的要求。去年12月，联合国安理会就政治解决叙利亚问题一致通过决议，力争2016年1月初启动由联合国斡旋的叙利亚各派的正式和谈。也门总理巴哈以及数名内阁成员当地时间25号结束了在沙特数月的流亡，返回到也门临时首都亚丁。也门安全部门表示，政府的工作重点是解决亚丁和周围省份的安全问题，同时呢，在海湾国家的支持之下建立训练有素的军队。巴哈去年9月曾经返回亚丁，但是在同年10月遭遇自杀式爆炸袭击之后又再次流亡。美国国务卿克里24号至25号对于老挝进行访问，访问期间克里分别会见了老挝总理通行和副总理兼外长通伦。在与老挝总理通行会见时，双方讨论了下月将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州举办的美国东盟领导人峰会的筹备情况。老挝作为东盟轮值主席国，将与美国共同主办这一峰会，美国总统奥巴马届时将与东盟10国领导人举行会谈。克里与通伦就进一步深化美老双边关系及合作进行了探讨。双方表示将在清除越战时期遗留在老挝境内的未爆炸弹方面加强合作。克里还表示，美国将帮助老挝进一步改善贫困地区居民的营养状况。越战期间，美国战机向老挝投下了约200万吨爆炸物，其中大约1/3没有爆炸。这些未爆炸弹严重威胁着老挝民众的生活安全。正在印度访问的法国总统阿朗德25号在新德里与莫迪举行会谈后宣布，双方已就印度购买36架法国阵风战斗机达成协议。早在2016年，印法两国已就购买阵风战斗机达成初步的意向合同，当时计划购买的数量是126架，但是由于天价维护费以及法方不断提价，大大超过印方的预算。印度呢曾经一度威胁取消合同，直到去年4月，莫迪访问法国时，双方才达成一致。
好，稍后我们在7:35的节目当中将继续从华尔街到陆家嘴板块详细了解最新的国际金融市场的具体表现。接下来马上进入到的是资讯快车。好，以下呢我们关注一下上海两会。上海市委副书记、市长杨雄昨天上午参加市政协12届四次会议推进结构性改革提高经济质量和效益专题会议时指出，13-5上海既要贯彻落实好五大发展理念，持续深入推进经济结构调整，真正使创新驱动成为经济发展的第一动力，又要加快建设四个中心和科创中心，在主动服务一带一路、长江经济带等国家战略中服务全国，实现自身更大发展。在近3小时的专题会上，政协委员争相发言，积极建言献策。政协委员王德培提出，目前民营企业，尤其是一些中小企业，在这一轮结构调整中遇到了困难，如何走出困境，除了尊重市场规律，也希望政府能发挥更好作用。什么叫更好的作用？我认为就信息对称，经常搞一些会，比如说各个委办，有的时候不是说让你出具体的政策，而是你组织这样的研讨，沟通这样的信息，在一定程度上就可以化解。杨雄仔细聆听记录，并立刻做出回应。他说，要正确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探索市场经济环境下政府与企业新的合作模式，进一步理顺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大家怎么来就是形成这个政府和企业的这种新的这种合作模式，你更多的是要规范市场秩序，保障一个良好的营商环境，那是对一些重点问题，企业大家都关心的问题，政府和企业多对话多商量啊，起到一点引导组织作用。政协委员们还围绕制造业发展、大数据产业发展、商业转型升级、发展都市农业、养老服务体系建设、科创中心建设等直抒己见。杨雄说，各位委员提出了很好的意见和建议，对我们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非常有帮助。尽管“十三五”经济下行压力仍然较大，但我们必须坚定不移推进结构调整，把发展动力从过去依靠投资和土地资源投入等转变为创新驱动，让创新成为经济发展的第一动力。同时要贯彻落实五大发展理念，通过创新解决目前碰到的困难瓶颈。那“十三五”期间呢，上海制造业比例要达到25%以上，目前的制造业的比例已经下降到了30%以下。上海市政协委员们表示，这说明整个经济转型的“十三五”期间，上海的制造业不但不能往后退，还要大踏步的往前进，因为没有发达的制造业，服务业很难有依附。那么现在制造业发展当中突出的问题是什么呢？如何结合中央的供给侧改革，要对制造业进行彻底的改造，并对相关产业进行转型升级呢？随着服务业逐渐成为经济新的增长引擎，上海服务贸易在整个“十二五”期间一直都是以超过10%的速度在发展。不过，从供给侧角度来讲，高端的服务业还是有进一步的发展空间。高端的一个服务业，实际上，从供给上面还是有所不足的。服务贸易的这个进口这一块，发展比较快，比较大。非常大的一个数字呢，是体现在这个旅游的进口方面。我们上海的服务外包呢，也是呈现一个良好的一个增长态势。特别是知识流程外包，这个呢就是体现我们的附加价值和我们的技术含量比较高的这一块的占比呢是在不断的上升。汪亮委员提出，除了服务业战略新兴产业外，上海还应当重新去振兴传统优势产业，比如轻工领域。就是要把供给侧方面的结构更加的调整到有效的满足我们最终消费需求上来，并且能够通过供给里面的创新能够给我们提供更多的激发潜在消费的这样一些领域上面来。身处传统产业领域的委员表示，他们在积极突围，寻找发展的突破口。现在的这个大家都讲钢材价格就比白菜价还便宜，就是我们就把贸易呢就改成做服务。那方言方面呢，我们以中端用户和高端用户为主。政协委员杨成长提出，制造业除了要向中高端发展，培养中高端的新热点外，还要采取多种措施盘活制造业，使其产权证券化。
就是说我们要对整个制造业呢，整个资产要消肿，要通过去产能去库存来给它消肿。第二呢，就是要为制造业减负，很重要就是制造业它的税负啊，包括它的各种各样的其他费用啊，人力成本啊，土地成本啊，房地产租金成本啊。此外呢，为了促进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市科委会同市发改委、市财政局日前制定了上海市天使投资风险补偿管理暂行办法，规定天使投资发生投资损失可获得政府补偿。该办法自今年的2月1号起施行，有效期2年。该办法所称风险补偿，适用于2015年1月1号后投资于本市种子期、初创期科技型企业的创业投资机构，对投资机构投资种子期科技型企业项目所发生的投资的损失，可按不超过实际投资损失的60%给予补偿；对投资机构投资初创期科技型企业项目所发生的投资损失，可按不超过实际投资损失的30%给予补偿。每个投资项目的投资损失补偿金额不超过300万元，单个投资机构每年度获得的投资损失补偿金额不超过600万元。把视线呢转向北京，正在召开的北京市两会上，北京市交通委对市民关注的供暖机单双号限行问题做出了回应，称研究单双号限行是为了减少机动车排放，缓解雾霾。对此，新华社昨天发表时评指出，单双号限行作为一种行政强制手段，本质是一种征用，是否侵害公民财产使用权，私家车尾气排放对雾霾的贡献到底有多大，那如果实施限行，公共交通运力能否及时补缺，这些问题都需要扎扎实实做好不可行性的研究，正反两方面的科学论证。另外呢，江西省第12届人民代表大会第5次会议昨天开幕，江西省省长陆新社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对首次购买城镇住房的符合条件的农民给予财政补贴，并按规定享受税收优惠政策，探索将农民工和个体工商户纳入住房公积金制度范围，积极做好商品房去库存的工作。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财经早班车，以下呢我们继续关注其他方面的消息。好，我们继续来关注国内方面。根据香港文汇报报道，内地企业透过 H 股全流通方式赴港上市停顿多时之后酝酿卷土重来。消息称，在早前的全国证券期货监管工作会议上，中国证监会主席肖钢明确表示，研究解决 H 股全流通问题是所谓 H 股全流通，那只是指呢香港上市的内地企业所持法人股及国有股全部转化为 H 股交易流通。业界表示，内地股市大幅波动，但是呢又即将重启 A 股发行， H 股全流通明显是想放行更多的内地企业来香港上市，分流内地新股的市场压力，以免 A 股市场遭到庞大新股上市的压力。中财股份在港交所公告称，接到控股股东中财集团通知函，中国中财集团与中国建筑材料集团正在筹划战略重组事宜，重组方案目前还没有确定，方案确定之后尚需获得有关部门的批准，上述事宜目前呢不涉及本公司的重大资产重组事项。万科和宝能股权之争随着万科的停牌被搁置，但市场对于停牌当中的万科一直是倍加关注的。从近期披露的基金四季报来看，在万科重仓持股的基金呢是达到了161家，处于四季报基金重仓股基金排名数的第三位。但是随着2015年宝能一步一步推高了万科的股价，基金投资者在万科上大幅获利，那整体呢以获利了结为主。相对于三季报全部基金持有万科4.88亿股来看，目前呢全部基金只持有2.67亿股，也就是说四季度基金减持万科呢是达到了2.2亿股，减持金额巨大。在主板和中小板纷纷拉开年报披露大幕之后，创业板也迎来了首份年报的出炉。昨天晚间，花园生物披露的2015年成绩单显示，2015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1.5亿元，较上年减少4.8%，实现净利润1207.47万元，同比下滑64.62%，基本每股收益是0.07元每股。数据显示，在去年的4个季度当中，公司前3季度净利润呈下滑态势，甚至在3季度出现了亏损，4季度才扭亏为盈。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财经早班车，接着马上进入到的是财经万花筒，关注一下其他方面的消息。
财经早班车，欢迎您继续关注。昨天的经济参考报发文称，农行出现巨额票据的事件在票据市场刮起了一轮风暴，导致票据利率大幅的上涨，票据风暴进一步加剧了市场流动性的紧张。这个事件提示了在当前票据业务市场上可能存在大量的风险，而近期监管部门对于票据市场加强了监管，目前的银行业不良率已经很高，如果银行通过违规操作承兑汇票，如将贷款与票据贴现互相腾挪，可能掩盖信用风险，使监管层对系统性风险的控制变得更加的困难。而此次的银行大案也引发了外界对票据江湖的灰色食物链的关注。上周农业银行发布公告称，农行北京分行票据买入反售业务发生重大风险事件，经核查涉及风险金额39.15亿元。据媒体报道，这一票据包内出现部分票据被报纸替代的怪事，而且票据进出未建立台账，目前公安机关已立案侦查。对此，多位业内人士表示，其中不仅涉及农行的内控问题，还牵涉到众多银行。先不说票据如何外溜出去，即便本该保管在保险柜中的票据被成功取出，到了票据中介手中，为何另一家银行可以与票据中介做两家银行才可以做的回购贴现交易，银行票据交易中的同业账户，或许是此类银行大案频发、资金外流的一个病根。当市场上的票据掮客潜入，通过某种形式实际控制了利益链中部分银行的同业户后，银行体系的资金就流进了掮客们的包装户。相比银行，掮客们的业务正是因为不规范而更高效。业内分析称，从2012年的杭州润银事件开始，票据案件年年有，资金最终总是被用于炒房、炒期、炒矿、炒股等。只要有资产泡沫往上堆，融资性票据就是给力的来钱工具，票据掮客总能大显身手。而近日，有上海银行同业部门人士对第一财经表示，五大行的纸票交易已基本暂停，虽然还有2.5%的报价，但已经有价无市。意大利博洛尼亚国际农业及园林机械博览会日前在上海举办了媒体推介活动，旨在向中国的农业机械领域推广这一国际最权威的行业展会，帮助中国农机企业走向国际市场。意大利农业机械制造商联合会展会办公室主任马克·阿切尔比在谈到中国现代化农业发展时指出，当前中国正在经历农业快速发展时期，非常需要适合的装备来提高农业产品的数量和质量。而当提及中意两国在农业机械领域的合作机会时，马克表示非常看好两国在行业技术的融合与发展。Per sviluppare dei prodotti sempre più tecnologicamente avanzati, i nostri costruttori sono votati all'internazionalizzazione, è un'industria nostra che, come dicevo prima, esporta il 70% di quello che produce e negli ultimi anni sta anche curando molto joint venture con in tutto il mondo per produzione di mais, per portare la tecnologia italiana in paesi terzi, quindi penso che ci siano ottime possibilità di cooperazione。商务地产领军企业明宇集团日前宣布成立埃克富发展有限公司，发布商务地产全价值链服务解决方案。埃克富系统意图整合工程、建设、运营、金融、互联网五大体系的资源。明宇集团董事长张建明指出，埃克富将以明宇核心优势为纽带，聚集全产业链战略合作资源，携手资本，实现多种金融资本和社会财富与商务地产项目的对接，重构商务地产加金融生态链。埃克富首席技术官陈善荣表示呢，团队独创的多司系统最终可以通过大数据与互联网化来实现项目增值。当天呢，平安信托、中建二局三公司、三亚创新房地产公司与埃克富签约，成为首批合作伙伴。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财经早班车，也请您锁定第一财经。稍后呢，我们将会进入从华尔街到陆家嘴板块，来关注全球市场和国际财经消息。
华尔街道路加嘴，我们来关注一下宏观方面的消息。油价在上周接连两天强力反弹之后，周一大幅下挫。纽约三月原油期货收盘大幅收跌5.7%，并在盘后交易当中继续下挫，跌幅达到了7.5%，刷新日内低点29.68美元每桶。分析师指出，供应过剩加上以中国为代表的需求在放缓，仍然在困扰着原油市场。油价的新一轮下跌将欧美市场为期两天的反弹也扼杀在了摇篮之中，令市场将目光投向各央行进一步的政策支持。周一呢，标普500指数下跌1.56%，泛欧富时绩优300指数也是跌了0.73%。另外期货方面，伦敦铜收跌，不过呢，黄金期价则是收涨。美银美林报告显示，2015年开年仅3周，全球股市的损失就已经接近了8万亿美元。上周投资者向政府债券基金投资规模创出了一年以来的最大。欧洲主要股市，日本和英国股市上周呢都是接连进入到了技术性熊市。那么全球市场究竟会继续失血还是大补血呢？对此，美银美林认为，经济基本面还过得去，衰退的风险不会太大。美银美林表示，在市场如此脆弱之际，通常会有忽略经济基本面的倾向。不过风雨飘摇之际，多国央行果断出手，令全球市场迎来难得的喘息。继欧央行行长德拉吉周四暗示三月可能调整货币政策之后，各国央行进一步支撑市场的前景，令投资者号短暂改善。美联储将于北京时间本周四凌晨3点宣布利率决定，并发表政策声明。日本央行也将于本周四和周五举行为期2天的政策会议。野村银行分析称，预计全球大多数央行都将在今年上半年维持宽松货币政策，或者至少保持对全球经济增长前景和通胀疲软的鸽派立场。德意志银行也指出，市场正在期待日本央行议息会议上释放采取更多行动的信号，以及耶伦在周三的货币政策委员会上做出的暗示。2016年金融市场风险偏好显著降温，传统避风港资产黄金价格走出一波升势。数据显示，截至昨天，纽约商品交易所黄金期货主力合约1月份累计上涨4.25%，至每盎司1105.3美元。金价反弹使得黄金类投资产品备受追捧，机构对于黄金投机的净多头头寸在上周翻了一番，部分黄金交易所可交易产品吸金量攀升。不过呢，部分分析人士认为，展望短期前景，金价后市受制于美元汇率走势和美联储货币政策，金价恐怕难以出现2011年的行情。而本周呢是一个超级议息周，美、日、俄等主要央行都将在本周举行议息会议。鉴于金融市场的持续动荡，市场普遍认为美联储将会按兵不动，而日本央行则被野村证券认为有可能实施进一步的宽松措施。野村证券认为日本的通胀趋势有所恶化。此外呢，近期日元升值也部分打消了日本政府对弱势日元的担忧。不过多数经济学家则不认为日本央行本周将会扩大宽松。汇丰经济学家预计呢，日本央行将会按兵不动，因为日本的就业市场强劲，而且日元升值对于经济的影响依然可控。彭博最新的调查结果显示，经济学家表示，尽管经济形势不佳，但是呢，在卢布大幅贬值的背景之下，俄罗斯央行无法在本周五进行议息会议上降低利率以提振经济。俄罗斯经济学家表示，去年预计萎缩3.9%的俄罗斯经济，今年呢，俄罗斯央需要推迟降息，因为俄罗斯更多的消费品需要进口，卢布持续贬值会导致通胀。德银25号发布的最新报告认为，全球央行政策倾向更加的宽松。欧洲央行3月可能会加码量化宽松，而日本央行进一步宽松政策的机会正在上升。人民币汇率短期能够企稳，港元继续和美元挂钩，这些因素都将对于全球资产价格带来支持。德银认为，中国经济不会出现硬着陆，加上去年第一季度盈利相对于比较弱，并今年首季的盈利同比增速相对比较好转，企业去库存周期接近尾声等利好因素的影响，预期呢未来数月港股上市的中资股会出现上涨。好，刚刚我们浏览完了宏观方面的消息啊，我们先来再关注三大指数昨天的一个收盘表现。我们看到三大指数全线收低，道琼斯昆明指数下跌1.29%，纳斯达克综合指数下挫1.58%，而标普500指数的跌幅是达到了1.56%。好，接下来马上关注到第一财经驻纽约记者葛维尔在收盘之后给我们发回的报道。早上
主持人。原油价格再次走低，拖累美股交通运输板块的跌幅尤为明显。高盛将凯特皮勒的评级从中性调降至卖出。投行认为全球基础设施投资疲软将会影响凯特皮勒的投资回报。而在企业财报方面，受到中国区需求恢复以及美国地区推出全天供应早餐服务的提振，麦当劳公布上季度财报好于预期，全球同店销量上涨5%，美国区的销量增长达到5.7%，盈利和营收均好预期，麦当劳股价大涨，并在盘中录得历史的这个股价记录。另外呢，美联储年内第一次公开市场委员会会议将会在本周举行。不过市场目前已经达成的共识是，美联储将不会在这一次的会议上宣布再次调升利率。而从交易员来看呢，升息概率较大的三次会议分别是今年的3月、6月和9月。考虑到过去一个多月以来市场的大幅波动，分析师认为美联储将不得不因应外部环境对美股以及是美国经济所造成的负面影响而放慢加息的脚步，年内第一次加息可能会等到3月甚至是6月。主持人，非常感谢格尔给我们带来有关于宏观方面的一个点评。看到油价持续下挫，全球对于大宗商品价格的一个持续的需求放缓所造成的压力啊，使得整个经济基本面呢还是趋于啊比较悲观的一个情况的。因此我们刚刚看到美联储加息步伐的一个放缓，使得整个市场的目前的这样一个消息的这样一个来源还有包括情绪面是得到了一个舒缓。那接下来呢，我们再和嘉宾一起来聊一聊有关于油价影响的全球经济。马上进入到今天的节目。今天我们请到现场的嘉宾呢，是来自于国泰基金的基金经理吴向军先生。吴先生，早晨好。早上好。嗯，吴先生，我们看到其实现在油价已经又跌到了一个历史低位了，继续往下走啊。但是我们看到之前其实你也说到，其实目前的油价距离最后的这样一个成本价已经越来越近了，所以说其实它的下跌空间也并不大。那现在我们看到这个点位的油价对于经济的影响显然是负面的，但也分两面来看啊。对于产油的企业来说是负面的，但是对于这个使用的这个原油进口国，包括使用的这些企业而言呢，是一个利润空间扩大的利好。但是接下来呢会怎么走？这样的一个空间，我们知道下跌空间已经非常有限了，我们怎么来看待这样的一个数字？刚才你说的里边有一个小细节，我想这个修改一下，就是说它不仅仅是，它不是说已经接近了它成本价，而是已经跌过了很多产油国的成本价。当然，它比沙特的成本价还是要高一点。那么但是已经跌过了很多很多国家的成本价，包括中国的成本价、美国的成本价，伊朗的话，它比伊朗还要高一些。那么这个价格肯定是不可长期持续的。那么短期持续的话呢，多久大家不知道。那从高油价和低油价对于经济的影响来讲的话，低油价肯定是对经济有好处的。那么大家用油用的少了嘛，对吧？花钱花的少了，那么你可以把更多的钱呢放到其他的消费上面去，其他的投资方面去。所以说现在这个低油价对于全球的经济的刺激是非常非常明显的一个东西。那么对于美国的 GDP， 对于中国的 GDP 都有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提升的作用。比方说我们现在看到中国的去年到今年的汽车销量比较好，美国的汽车销量也非常的好，这跟低油价有很大的关系。包括现在 SUV 销量非常非常好，那么美国的 SUV 销量也是非常好的，那么这跟因为 SUV 的它的耗油量比较大嘛，这跟低油价有很大的关系。如果说现在油价还是80到100的话，中国的 SUV 虽然说它的增长会比较好，但是也不会现在这个水平。那么这是一方面，虽然说它对经济是好处，但是对资本市场它有一定的负面影响。为什么呢？就是因为有好多的石油公司，尤其是中小的石油公司呢，它现在面临破产压力或者已经破产。那么这样的话呢，对于资本市场是一个冲击。对，甚至呢，有些产油的国家，现在也面临了破产的危机，包括委内瑞拉，包括一些其他的国家呢，他们的甚至包括俄罗斯，是不是会面临这样的问题，大家都心里没底。那我们知道，其实这样的所谓破产的危机啊，这两个字啊，对于很多投资人来说，心理层面的影响是极其负面的。嗯，对的，对的。所以说，在这个心理层面的影响的话，它也冲击了这个整个证券市场。那么我们看到，
一月份以来嘛，刚开始那一周的，中国的影响对全中国对全球的影响呢是非常重要的，因为中国的是 A 股暴跌，那么还有这个人民币的这个迅速贬值，就是在这个我们的第一个星期和第二星期发生的事情，那么对于全球的股市影响是非常负面的。但那之后我们看到 A 股几乎稳住了，那么人民币也几乎稳住了，那么油价的狂涨和狂跌呢就左右了整个全球股市的涨和跌。那么尤其过去三天，我们看到油价的涨和跌完完全全的反映在了股市的涨和跌方面，所以说在这个方面的话来讲的话，其实我觉得可以从也是做一个简单的比较吧，就说像人民币的升值和贬值，人民币的贬值对于中国的经济是个好事，因为人民币贬值刺激中国的出口，刺激中国的 GDP， 啊，这就是可以算得出来，换算出来的，这贬值多少对于 GDP 的影响是多少，都大家可以算出来的。那么，但是人民币的贬值对于资本市场却是一个利空。那么，因为大家害怕这个它造成这个中国的资本流出啊，对于资本市场是不是会造成一个负面的影响啊？所以说，对，就在短期方面的话，有些时候像油价或者像人民币的贬值，对于经济是好事，但是可能对资本市场是。反而是个坏事。所以说分两边来看啊，经济主要是一些企业用有企业的盈利收入增长，但是对于个人的一个消费支出的减少啊，那我们看到其实这个对于资本市场来说的话，也包括很多未来的一个预期，这个影响是波动比较大的。但是我们从另外一个侧面来看啊，其实你也提到，因为现在已经跌破了很多产油企业和产油国的成本价了，并且距离像沙特这样财大气粗的产油国的成本价其实也已经非常的近了，所以我们可不可以是不是说这算是黎明前最后的曙光，已经到了比较低的一个位置了？我觉得油价，我个人看法啊，这个油价在现在这个30以下的这个水平呢是绝对不可持续的，那么到底是要坚持多久，这个呢主要还是看欧佩克的他们的对于产量的一个限制，因为欧佩克在成立以后，它欧佩克之所以成立就是为了限产，那么它只要限产，一句话就能够造成原油价格大幅度上涨，甚至翻番还有更多，所以说欧佩克现在也是在撑着，那么看看这个油价能不能够把一些他认为的是他的潜在的这些这个竞争者把挤出市场，包括美国的页岩油，包括加拿大的油砂，这些高成本的但是高增长的企业把它挤出市场。那么现在我们看到这些我刚才说的是美国页岩油企业油砂企业破产的特别特别的多，那么到什么时候收手，是几个月之内，我觉得应该是几个月之内的事情。那么现在这个应该是一个黎明前的黑暗，像你刚才所说的。好，非常感谢湘军先生这一时段给我们带来宏观方面的点评啊。接下来我们通过盘面了解一下可以领涨的板块和个股分别是什么。食品、租赁服务、安保服务、计算机系统以及健康服务的板块是领涨个股的来源板块。我们今天要说的一只个股是来自于租赁服务的一海租车，目前的价格是16.01美元每股，目前的上涨幅度是16.01%，目前价格是12.46美元每股。由于高盛发布的利好业绩来提振的股价，一海租车一只中概股，租车板块的一只个股，最近也是这个 OTO 板块，在那个企业的这个估值方面，还有包括盈利预期方面，都是相对比较向好的。对的，最近两年吧，我们看到租车行业发展非常非常的迅速，一方面也是资本的投入，另外一方面呢，也是中国汽车文化确实也跟上了。那么是不是油价下跌也有帮助呢？说明也有可能。那么现在大家已经非常非常习惯，就是出行的时候呢，自驾游。那自驾游呢，就是说又不是自己的车，啊，是到这个租车行去租车，非常方便啊。那么一黑呢，应该是中国的租车界的老二。那么我也用过一黑的车，感觉也不错。老大是神州租车。对，对的。那么，一黑租车在美国上市了以后呢，神州租车是在香港上市的嘛？那么，昨天晚上为什么上涨幅度这么多呢？我们看到高盛出了一份报告，那么，提出了2015、2016、2017、2018年四年的这个盈利预测，
我看一下这份报告呢，2015年应该是它的利润大幅度增长，但主要增长的这个过程呢，是因为它年终的时候呢卖掉了滴滴打车的这个它的股份，盈利有8至9亿人民币这样一个盈利啊，这个是非常好的盈利。它总共的市值也不过就8亿美金。那么然后第二点，我觉得更重要的是，就是说它在去除这部分之外，它2015、2016、2017年的盈利基本上都是每年翻番。这个预测是预测啊，是高盛预测，几乎每年都是要翻番的。那么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呢，我们看到一黑租车其实现在的这个估值啊也并不是很贵，估值呢有10几倍这个市盈率的一个估值啊，如果看我们按照2016年的这个利润来看的话呢，是这样子的。一黑租车的它的业务的增长是有目共睹的，却不是一个短期不可持续的行为，是一个长期可持续的一种增长。那么中国租车行业确实一个蓝海的一个情况。那么我觉得一黑的话，它的至少的前景呢是非常非常好的。那么它上涨这么多一方面可能是因为国务院高盛的这份报告，另外一方面我觉得一黑这个估值这么低啊，可能也会让很多的投资人想，是不是它这个估值太低了，是不是有可能回到国内的 A 股进行上市，更进一步的提高估值。因为国内确实还没有租车的这种公司在国内上市，这种龙头企业我觉得是有一定的市场的。好，非常感谢向军先生这一时段对于租车行业的一个点评。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从华尔街到陆家嘴。接下来我们来一组最新的公司资讯。美国汽车电池以及供暖和通风设备制造商江森自控集团周一宣布，已经同意收购消防安全系统制造公司泰科国际公司，交易价值约是165亿美元。两公司目前的市值分别为230亿美元和130亿美元。那此项交易预计将会在2016年底之前完成，合并后的公司总部将会设在爱尔兰。目前呢，江森自控正准备剥离旗下的汽车座椅以及内饰业务，以集中力量发展建筑设备效益业务以及汽车电池业务。根据路透社援引知情人士的消息称，欧洲最大的工业集团西门子计划以10亿美元现金收购美国工程软件公司 CD Adoptco， 两家公司目前没有对此消息置评。那这家公司呢，主要是开发用于模仿工程流程的计算机程序。业内人士称，它的产品将对于西门子的相关业务形成补充。市场研究机构 IDC 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2015年全球 3D 打印支出接近110亿美元，预计到2019年将增至近270亿美元，复合年化的增速达到27%。IDC 表示 ，3D 打印一直是汽车和航空等特种分立元件制造市场的支柱，而过去3年里，更廉价的 3D 打印机和 3D 打印材料极大地拓展了 3D 打印的市场，令其应用范围拓展到消费、教育、医疗保健和其他的制造业市场。IDC 认为 3D 打印市场已经启动，并且将迎来更加广泛的主流市场应用。美国第二大企业汽车制造商福特汽车周一宣布，因为没有办法找到途径提振销售或者是实现可持续的盈利计划，公司计划在今年与年底之前关闭日本与印尼的所有业务。作为东南亚最大的汽车市场，印尼市场长期以来一直被丰田汽车及其子公司大发汽车所垄断。美国最大的汽车制造商通用汽车公司去年也宣布将关闭在印尼的工厂。好，刚刚我们纵览完了全球公司动态之后，再回到资本市场，和嘉宾一起来聊聊值得关注的板块和个股分别是什么。我们来了解一下。我们首先要说的是 PayPal， 是电子支付板块。另外一个呢是这个 Home Depot， 也就是家得宝。
家具、零售、建材的销售。两只股票下跌幅度呢，都是超过了0.6%啊。我们首先来说一下 PayPal 是美国最大的一个电子支付工具啊。我们知道电子支付在前年的时候，我们说Alipay刚刚开始出现的时候，我们说电子支付当时我们掀起了一波比较大的一个讨论，认为电子支付移动支付接下来可能会比较大的一个广泛应用。那现在我们生活当中其实微信支付也比较普及了，还有很多的这个支付软件和支付公司目前正在崛起啊。但是我们似乎对于移动支付的讨论不如前两年那么的热闹了，为什么？这个可能大家也就是稍微习以为常了一点，那么可能就不是那么新鲜的事情了。但是这个市场的增长其实非常非常好的。那么 PayPal 这个公司是很有意思的公司，大家可能也其实因为我们的支付宝或者学的是谁，就学的就是 PayPal， 就是 PayPal， 对吧？那么PayPal 也是十几年前呢，我们著名的投资人伊隆马斯克，他一战的 CEO， 一战成名，对吧？他也是转战了各种各样的行业啊，也是他收获第一桶金的一个可以说最大就是非常非常大第一桶金的13亿美金，对对对。那么他当时把这个就是他创造了这么一个主意，就是他因为以前有信用卡，有什么像很多各种支付方式，没有人想到用什么这种这个网上支付啊，这种电子支付啊，都没有想过，但是就是他想到了，而且一举成名。那么这之后呢，他虽然以13亿美金卖给了eBay，但是 PayPal 在eBay当中的这个增长是非常非常的快的，那么甚至已经远远超越了eBay 本身自己的其他的那部分网上这个购物销售这个部分。那么所以说，而且 eBay 作为一个终端的这个平台嘛，也限制了 PayPal 的它的继续的扩张、因为 PayPal 它想到每个平台都要去，但是你 eBay 是一个它的一个下游企业嘛，那么很明显就造成一个这个竞争上的一种矛盾嘛。所以说在挣扎了很多年之后呢， PayPal 在去年终于跟 eBay 分家了。那么分家以后呢，也上市了，但是上市以后的表现呢，并不是特别好，因为就是很多人认为它跟 eBay 的分拆的过程啊，不是特别的顺利，可能也是在这么多年都在一起了嘛。那么从人员呢，到各方面的这个分拆不是特别的顺利，但是现在来说的话，基本上已经结束了，这分拆已经结束了。那么而且呢，我觉得呀，PayPal 在独立出来以后呢，确实是有一个非常非常大的发展空间。其实整个全球的移动支付的这个市场呢，PayPal无疑是中国之外的老大。那么，但是其实这还是一个蓝海，因为全球绝大多数的交易呢，还都是以现金形式做成，而且呢，信用卡的交易呢，远远超过了电子支付。那么，中国的电子支付其实它的崛起要比这个海外的要快。那么虽然说是 PayPal 是第一个，但是它的现在这增长速度反而不如中国，所以说从这点来看的话，其实我觉得 PayPal 的增长是有很大的潜力的。现在 PayPal 说每年大概有40亿的这么一个交易次数，那么手机的支付呢大概是10亿次左右，那么这个部分我觉得有很大的增长潜力，完全没有达到已经成熟的地步，还是一个相当成熟的一个蓝海。所以说我觉得支付是一个很好的一个这么一个领域吧。那么 A 股方面，其实移动支付我们在去年也炒了很多次，最近可能也不怎么说的没那么多了，但是这个行业其实我觉得还是有很多的可以做的地方。公开了新大陆、天娱信息、恒宝股份、东信和平、还有正通电子以及蚂蚁金服啊，关注 A 股支付概念的一些相关标的。我们知道支付呢，它作为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客户和这个包括这个企业客户和个人客户之间重要的一个接入口，所以它掌握了大量的一个数据啊。这个数据我们说到之前很多的这个电商在铺排自己的一个市场份额的时候，其实客户数据的入口是非常重要的。那支付也恰恰符合这样的一个概念啊，那么并且支付的这样一个需求在不断的增长，移动支付、电子支付的这样一个蓝海，我们看到是越来越广阔了啊。而且现在很多的这个新兴互联网企业呢，也都正在和很多的移动支付的相关的企业达成这样的一个合作，所以说呢，数量越来越多，然后市场也是空间巨大啊。非常感谢湘军先生这一时段对于移动支付板块
以 PayPal 作为了一个例子跟我们聊一聊。另外呢，我们要说的是这个家得宝啊，家得宝是家居建材零售。家得宝呢，就是在昨天是被一家比较重要的券商给这个升级到买入。那么家得宝呢是全球最大的家装零售连锁商嘛，在中国虽然做的不太好，但是在美国它做的非常成功的。为什么推荐家得宝呢？就是说，或者不是说推荐，就是说这个是个热股呢。一方面它是被这个券商升级到买入，另外一方面呢，就是它最近下跌比较多。那下跌的原因主要是跟着美股的下跌来走来的。那么但是呢，美国的房产市场最近是非常非常的好。那么家得宝作为一个龙头企业，其实是它的 business 本身没有任何的问题，而且增长是非常好的。那么它的估值也不算很贵，所以说属于这种被错杀的这种股票。这个联想到中国呢，其实中国的家装市场或者是这个住宅的一手房、二手房销售市场现在都不错的。那么而且在家装的这个升级换代现在也到了一个这么一个时间呢。那么很多的企业呢，其实也有很大的潜力。最近随着 A 股的这种下跌很多嘛，很多企业其实也下跌的幅度也非常大。那么我觉得像在这种传统的行业，但是有很多亮点的行业呢，其实我们大家也可以多做一些研究的。好，非常感谢湘军先生这一时段的一个点评。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从华尔街到陆家嘴，稍后8点我们继续来关注有关于国内方面重要的财经新闻。好的。各位早上好，欢迎您继续关注财经早班车，我是李欣，在上海向您问候。我们首先来了解一组要闻。国务院总理李克强日前表示，营改增作为深化财税体制改革的重头戏，前期试点已经取得了积极成效，今年要全面推开，进一步较大幅度减轻企业税负。专家认为，这意味着营改增即将全面推开，建筑业、房地产业、金融业和生活服务业将全面纳入试点范围，实现全行业覆盖。中金公司首席经济学家梁红预计，在营改增全面完成之后，如果进一步优化增值税税率，整个营改增实现的减税规模将达到9000亿元左右。央行连日多工具并用，大量补充流动性的举措收到了成效。昨天的资金链已经渐趋宽松，各短期品种利率也都在下行。昨天货币市场资金面明显偏松，成交量继续增加，利率下行。在银行间质押回购市场，隔夜品种利率较上一交易日降低8.98 BP， 七天品种成交量较昨日增加71.54亿元，利率下跌6.11 BP， 十四天品种成交量较昨日增加114.2亿元，利率大幅下跌72.01 BP。 在债券市场，各期限债券收益率也几乎全面回调，国债十年和七年期收益率分别回落1.73和1.49 BP，报2.7914%和2.8293%。
国开行金融债十年期和七年期也分别下跌了 2.19BP 和 1.50BP。 有交易员表示，前几日很多金融机构由于对央行降准不抱信心，不愿意在市场上拆借资金，这成为资金面紧张、流动性不足的一个重要原因。对此，有机构认为，市场要习惯央行这种操作风格的转变，因为即使降准降息缺席，央行仍然能以其他手段来维持资金面的平稳。昨天，经济参考报发文称，农行出现巨额票据的事件在票据市场刮起了一轮风暴，导致票据利率大幅上涨。票据风暴进一步加剧了市场流动性的紧张。这个事件提示了在当前的票据业务市场上可能存在大量的风险。近期呢，监管部门对票据市场加强了监管。目前银行业的不良率已经很高，如果银行通过违规操作承兑汇票，如将贷款与票据贴现互相腾挪，可能会掩盖信用风险，使得监管层对系统性风险的控制变得更加的困难。而此次的银行大案也引发了外界对票据江湖灰色食物链的关注。上周，农业银行发布公告称，农行北京分行票据买入反售业务发生重大风险事件，经核查涉及风险金额39.15亿元。据媒体报道，这一票据包内出现部分票据被报纸替代的怪事，而且票据进出未建立台账，目前公安机关已立案侦查。对此，多位业内人士表示，其中不仅涉及农行的内控问题，还牵扯到众多银行。先不说票据如何外溜出去，即便本该保管在保险柜中的票据被成功取出，到了票据中介手中，为何另一家银行可以与票据中介做两家银行才可以做的回购贴现交易银行票据交易中的同业账户？或许是此类银行大案频发、资金外流的一个病根。当市场上的票据掮客潜入，通过某种形式实际控制了利益链中部分银行的同业户后，银行体系的资金就流进了掮客们的包装户。相比银行，掮客们的业务正是因为不规范而更高效。业内分析称，从2012年的杭州润银事件开始，票据案件年年有，资金最终总是被用于炒房、炒期、炒矿、炒股等。只要有资产泡沫往上堆，融资性票据就是给力的来钱工具，票据掮客总能大显身手。而近日，有上海银行同业部门人士对第一财经表示，五大行的纸票交易已基本暂停，虽然还有2.5%的报价，但已经有价无市。中国保监会主席向俊波昨天表示，去年保险业风险得到了有效的防范，偿付能力总体充足，没有发生大的风险事件。2015年全国的保费收入2.4万亿，同比增长20%，其中的财产险保费收入7995亿，人身险保费收入1.6万亿，同比分别增长11%和25%。他表示，2016年将抓好巨灾保险制度落地，探索研究覆盖洪水、台风等主要自然灾害的巨灾保险制度。随着 P2P 网贷、众筹融资等方式为代表的互联网金融发展迅猛，互联网金融的突出的特性和中小企业融资需求发生着天然的适配性。业内认为呢，未来利用互联网金融优势解决中小企业的融资难题，将是中小企业由生存型向发展型转变的重要的途径。数据显示，94%的小微企业日常资金短缺额度不超过50万元，64%的小微企业日常资金短缺额度不超过10万元。对满足中小企业的个性化融资需求而言，互联网金融有着私人定制的功效。原来可能只能通过什么民间借贷啊，通过高利贷等等这些方式来解决。现在有了互联网金融以后，能够很好的能帮他们真的能解决生产经营中面临的这种资金的这种问题。而这些小的企业呢，它在融资过程当中，或者它在这个经营的过程当中，也一样是会和个人产生各种各样的这种行为数据和经营的数据。经营数据一般都会基于线上的一系列的经营活动，然后判断一个风险，给他一个很小金额，就相对于企业来说非常小金额的贷款。那么它的经营活动其实是非常容易观测的。相关机构数据，去年12月 P2P 网贷行业整体成交量达1337.48亿元，环比11月上升了0.47%。截至去年12月底，全年的累计成交量达9823.04亿元。业内认为，互联网金融利用大数据的特征，可对中小企业的还款能力和还款意愿进行较为准确的评估，
而这也将有助于互联网金融机构的风险预警和管理。现在看到更多的放款机构呢，要利用这个一个是征信的信用的数据，利用这个大数据，或者更好的利用这些历史的那个数据来建立那个风控的一些模型，像这个反欺诈的模型，更好的信用风险评估的模型，其实利用这个大数法则啊，才能够把这些骗子、这些坏账的人挡在这个申请人的外。央行昨天公布的2015年金融市场运行情况显示，2015年债券市场全年的发行规模增长显著，全年发行各类债券规模达到了22.3万亿，同比增长87.5%，交易活跃度呢持续的提高，参与主体结构进一步的丰富，企业融资成本降低，货币市场利率中枢大幅下行，交易量显著增加。2015年12月，质押式回购加权平均利率为1.95%，同比下降了154个基点；同业拆借加权平均利率1.97%，同比下降152个基点。人民币利率互换交易量同比增加，股指总体有所上涨，但期间出现了大幅的震荡，成交量明显放大。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财经早班车，我们稍后继续。好，这时段我们来关注正在举行的上海两会。上海市第14届人大44会议昨天举行小组和代表团会议，审查上海第13个五年规划纲要草案。讨论现场，代表们就实现上海“13五”经济社会发展目标，围绕补短板，积极建言献策。针对上海城市发展过程中土地稀缺问题，张玉良代表认为，盘活现有土地资源是解决这一天然短板问题的关键。一方面要发展，一方面要改善，另一方面土地资源呢是一个重大的瓶颈，它跟全国不一样。那么这个怎么去把它补短板呢？我觉得关键是把土地资源要盘活，就是怎么让有限的土地的效益发挥得更高。倪建达代表认为，在上海建设国际金融中心的过程中，在硬件上可以说已经处于世界前列，但在软件上、金融创新能力上还有短板要补。如何制定地方性的金融的监管的地方性法规，来保障我们这些金融创新的一些能力得到持续的提升，又能够适度的、合理的防范控制金融风险。所以在工具这方面，我认为更多的是怎样让我们的产品变得更有市场。中国人那么多的购买力都到海外去，如果说我们供给侧的改革创新能够让我们的国人在自己的消费过程中间不要跑到日本啊、韩国去买东西，我认为这个就是一个极大的市场。代表们认为，补短板将为上海发展再次注入新的活力，为经济发展提供新的机遇和动力。然而在代表张民选看来，光有经济发展还不行，文化的短板也要及时补上。不仅我们要有这个金砖银行，不仅要有我们的和经济有关的那一些国际的机构，使得我们那个经济的发展甚至于金融的市场更加国际化。但在这时候，应该我们也为人类这个做些贡献，要努力的想办法把联合国的一些机构设立到上海来，能够看到上海的气度。不仅是开了很多国际机构，我们要赚钱，而且我们要有这样的一个胸怀。好，接着我们来连线到前方记者谢良良。你好，良良，给我们介绍一下今天人大议程的看点好吗？好的，雨飞。那么今天整个人大进入到了整个会议的第三天。那么在今天上午的11点呢，我们所有的人大代表将完成他们所有议案的一个提交，而且呢，在今天下午，这个市人大常委会主任殷水同志将会对整个人大的一个工作进行一个汇报。那么今天除了这两个看点以外呢，所有这个人大代表他们的议案当中的亮点也会在今天以及接下来的几天慢慢的被释放出。那么这次人大究竟会对我们接下来的经济生活和我们的社会生活造成哪些推动和影响，也会在这几天慢慢的一步步释放出。那我们第一财经呢，也会在现场持续为大家关注本次人大的一个进程。主持人，在两会现场，市人大代表、上海绿地集团董事长张玉良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认为，在我国新型城镇化发展过程当中，房地产业依然有比较大的发展空间，但是房地产业的成长已经不同于以往。就需求发生了很多变化，
那么它就要再成长呢，需要经济结构的调整。从大企业来看呢，它还有一个产业的互补跟协同，还有一个呢稳定成长的需要。比如发展金融，那金融跟地产本来可以互为作用、互为推进。你发展了金融，你可能对你的地产推进更好；你发展地产，那对你发展金融来讲也是个依托。张玉良表示，未来绿地集团将在一带一路的政策东风下坚定走出去策略，持续投资海外房地产市场。还是到重要的发达城市去投资去发展，不仅是投资，我们还会投资跟经营相结合，就是有一些产业你今天投资了，明天你要长期的去经营。现在呢，我们除了房地产以外，我们还在酒店业、旅游产业，那么同样呢，走出去还在收购资源，就是资源类的，比如食品的牛奶啦，比如食品的牛肉啦，为中国的消费服务，两方面的结合。2016年，信托行业处于转型的关头，发行量减少，收益率降低，使得信托行业的高增长难得一见。而信托公司的经营收入和净利润情况也呈现出低迷的状态。身在其中的市政协委员表示，信托行业也面临着改变，在对于传统房地产信托和基础设施类信托进行精耕细作的基础之上，要使得信托回归到财富中心的本源上。从国外的经验来看，它一般都是家族信托、房地产信托比较多，而我们现在的信托真正意义上的信，不是真正意义上的信托。在中国2010年开始，信托行业经历了个比较大的飞跃，但是它做的主要是房地产信托，不是从真正意义上的房地产信托，那实际上还是在起到一个融资的作用，仅仅是个融资的作用。我觉得信托发展到这个阶段是应该回归到它的本源，真正的本源业务上去，就是说它是代客理财，是一个财富中心的概念。好，接着我们来连线前方记者李策。你好，李策，请给我们介绍一下目前你所了解到的最新情况好吗？主持人好，我现在在市政协12届四次会议的现场。今天的大会9点开始，8点多我们已经看到很多政协委员已经来到了现场。这几天政协委员们的议题聚焦于把上海建设成为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创中心，以及围绕迪士尼提高城市软实力，把旅游产业和文化产业相结合。那么今天我们看到有一位就是政协委员就在我们现场，然后他的提案是聚焦于上海交大与上海电气相结合，对于我们的高新技术产业核电产业进行转型升级，然后有助于上海这个科创中心以及创新高技术产业的发展。您好，请您跟我们介绍一下这方面的提案聚焦于什么样的观点和想法。我主要有两个提案。第一个提案呢，主要是跟上海电气、上海交通大学一起在临港建立一个核电新技术的这个研发基地，因为我们国家通过引进消化吸收第三代核电技术已经站在世界的这个高端，那么未来怎么保持可持续发展，我们要从政产学研用几个方面联动，那么与交大跟上海电气从智能设计到智能创造，从制造这些方面的话，怎么样能够达到更高的水平。那您觉得这些发展有没有什么样的挑战和困难，需要怎么样克服？应该讲还是全方位的。一方面呢，就是上海要建设成为科创中心，需要更多的总体性的这种研究设计院来牵引世界核电技术、牵引总体技术这些方面的发展。第二方面的话，我们国家要走出去，要引进最先进的这些人才引进来，那么这些方面从管理机制从体制方面还需要做进一步的这个改进跟提高。好，这是我在市政协会议现场所发回的报道。好，谢谢李策。在谈到汽车工作发展时，上海市政协委员、宜昌行亚洲有限公司董事总经理李卓林表示，汽车工作还要加快从大到强的发展。关于那个中国汽车工业的发展呢，应该说我前后也接近有20多年历史。这个过程当中我体会到，就是说中国的汽车工业从零开始到今天已经全世界最大，可是我要讲一句话，还不算强。这个强的概念就是说，你要强的话，也就是说这个汽车发展过程当中你做大，同时也就里面有很多核心技术你要有，可是今天我中国暂时没有比方说汽车的那个模具设计，
汽车的这个外形设计，还有发动机里面一些关键技术，目前我们还是引进外国的。这一点我感觉中国特别是上海在汽车工业发展这么好的状态下，应该进一步通过政府的支持，然后多就是做一个针对性的战略性的一个支持，使我们把汽车工业能在做大的同时慢慢变强，这是我的观点。此外，为了促进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市科委会同市发改委、市财政局日前制定了《上海市天使投资风险补偿管理暂行办法》，规定天使投资发生投资损失可以获得政府补偿。该办法自今年2月1号起实施，有效期2年，每个投资项目的投资损失补偿金额不超过300万元，单个投资机构每年度获得的投资损失补偿金额不超过600万元。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财经早班车，请锁定第一财经，稍后继续。大数据时代，用数字说话，欢迎各位走入我们今天的财经述说。财政部日前公布呢，中国国有企业2015年的利润总额是在23027.5亿，同比下降了6.7%。而其中呢，像交通、化工、机械等行业，他们实现利润的同比增幅比较大，但是像煤炭、石油、建材、石化等行业，利润同比降幅是比较大的，而钢铁和有色行业则是继续亏损。再来看第二组数字呢，是近日发布的2015中国信息经济发展报告，它显示出在2014年，中国信息经济总体规模已经达到了16.76万亿，增速由2008年的10.93%逐步提升到了14.32%。那信息经济占 GDP 的比重已经达到了26.3%，这个比重比上一年度提高了3.5个百分点，对 GDP 增长的贡献已经达到了58%。但是和发达国家不同的是，中国信息经济增速和 GDP 增速的走势并不一致，两者呢出现了明显的这样一个差异，而且正在扩大这样一个剪刀差。报告显示呢，以互联网新业态为代表的在公共服务领域深入应用的新生型的信息经济和福利性的经济信息经济正在成为潜在的增长点。我们再来看看下面这一组数字，是美国物业顾问公司在周一发布的国际住房可负担性调查报告。这个报告显示出，截至到去年第3季度，中国香港房价中值是家庭平均税前收入的19倍，这个数字已经创下了自这项调查开始12年以来的一个新高。应该说，香港已经连续6年成为蝉联全球房价最难负担的城市。那排名前5的依次是香港、悉尼、温哥华、奥克兰和墨尔本。但是要提醒大家的是，这项调查并没有涉及到中国内地的城市。好，说完了今天的数据之后，我们将会继续来了解市场方面的消息。好，这时段我们来关注重要的市场消息。新一周的开始呢，昨天 A 股小幅反弹，成交则是继续萎缩，市场整体表现平淡。截至收盘，沪指涨0.75%，深成指涨0.8%，两市全天成交4221亿元，较上一交易日继续缩量。盘面上，供给侧改革概念再度走强，煤炭、建材行业领跑，两市70多只个股涨停，近11只个股跌停。股指期货方面，沪深300、上证50、中证5007只主力合约分别上涨0.07%，跌0.02%，涨0.47%。那另外融资方面，截止1月22号，沪深两市融资余额合计是9790.23亿元，环比减少42.3亿元，连续16个交易日下降，创出了去年6月大调整以来最长的连降记录。分析认为 ，A 股短线超卖迹象显著，那存在着技术反弹动力，但是市场参与热情不高，本周需要特别关注的是美联储的议息会议的表态。龙虎榜数据显示，昨天31只个股出现了机构的身影，机构净买入1.75亿元，其中的奥飞动漫等19只股票呈现出机构净买入，曙光股份等12只股票呈现出机构净卖出。那根据统计，截至1月25号，已经有8只个股收盘创出了6月中旬大盘见顶以来的新低。其中呢，九龙山、中国重工等个股跌幅最大，分别达到56.52%和56.4%。怡华木业、九龙山等个股市盈率最低，分别为34.35倍和474.55倍。中国重工、怡华木业等个股市净率最低，分别为2.41倍和3.58倍。
那根据统计呢，截止1月25号，共有15只个股收盘，创出了8月26号上证综指2850点见底以来的新高。万里石、久远银海等个股涨幅最大，涨幅分别高达714.24%和359.82%。在创新高个股当中呢，宝德股份、新民钢圈等个股动态市盈率最高，分别高达1986.22倍和420.51倍。西山煤电、日海通讯等个股市净率最低，分别为1.42倍和2.39倍。市场量能继续萎缩，后市还能够继续反弹吗？对此，我们来听听申万宏源市场研究总监桂浩明的观点。本周一呢，股市呢这个如期出现反弹啊，因为上周五下午已经出现了反弹的态势，周边市场呢也走好。不过总体力度呢不强，大家由于对未来还有一定的不确定性，所以呢追高意愿不强，市场呢呈现一个缩量这个整理拉反复拉锯这样的格局。总体而言，短期内大盘呢将继续以在目前这个点位附近做上下震荡的这个为主。随着一月临近尾声，机构对于调整了近一个月的股市开始不悲观。国泰君安首席宏观分析师任泽平认为，5000点调整以来，市场正逐步接近调整尾声。存量博弈下，2016年是交易和主题投资的时代；震荡市场下的结构性行情与2014年到2015年的趋势投资不同。未来市场人气需要改革落地攻坚的证实。海通证券首席宏观分析师江超认为，从国内资产配置的角度来看，金融资产优于房地产和银行存款。目前呢，房地产和存款体量都超过100万亿，但是呢，房地产租金回报率和存款利率都不到2%，倒是过来算呢，都是超过50倍的估值。而股市和债市都在50万亿左右的数量级。目前呢，债券的利率仍然是在4%到5%左右。股市中，以上证50为代表的蓝筹股的股息率在3%左右，均是超过房地产和存款2%不到的回报率。兴业银行首席经济学家鲁政委则是表示，今年对于人民币汇率越是看空，对于股市就越应该是坚定看多。他指出，对于全球诸多经济体汇率大幅调整的经验和观察发现，只要本币对美元汇率显著调整，带动了本币实际有效下调的经济体，其股市总体的趋势都是上涨，无一例外。如果说人民币汇率调整幅度足够大，令到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高估得到修正，那么很有可能是真正的大牛市的起点要不期而至。好，接着我们再来关注到的是期货方面，连线到的是东证期货的林翔，请来介绍一下国内主要期货交易品种的情况。早上好，林翔。早上好，主持人啊。首先还是关注股指期货。昨日沪指是冲高回落，最终沪深三零指数呢是报在3128.89点，上涨了0.5%。主力合约 F1602呢是报在3044.2点。昨天沪市的一个成交量呢仍然是处在一个低位。盘面上来看呢，沪指是上行接近了一个十日线之后呢，是受到一个比较明显的一个压制，显示出市场的信心仍然是比较的一个不足。不过整天的一个震荡呢，也是基本围绕在一个五日线做一个收敛的一个运动，显示出最近的筑底的这么一个行为呢，还是在一个延续。考虑到外围的股市呢，基本上呈现一个弱势企稳的这么一个迹象，因此我们认为呢，最近缩量震荡筑底或许会成为一个股市的一个主旋律。然后关注一下国债期货，昨天国债是出现了一个比较大幅度的一个回落，之前市场对于整个宽松的预期呢，是使得国债进行了一轮比较可观的一个涨幅，不过经历过一段时间呢，整个央行也是释放出了明确的信号，是会由大水漫灌转向一个精确灌溉的这么一个政策。我们认为当前之前支持国债上行还是一个避险情绪以及经济增长的一个担忧的一个影响，避险情绪方面呢，焦点还是在于外围的市场以及一个国内的股市，考虑到外围市场是短期内特别是有一个企稳的迹象，尤其是上周末油价大幅度的一个反弹，也是除了油价在显示出了一个底部企稳的一个特征。同时呢，在上周末爆出了一个农行38亿票据案的这么一个比较大的新闻呢，也是使得近期的资金面受到了一个不小的一个扰动啊，因此我们建议投资者可以继续持空继续看空国债一个期货啊。最后关注一下贵金属，金城沪金主力合约是报在236.5元每克，纽约黄金主力报在1105.3美元每盎司。那本周黄金最关注的一个焦点呢，当然是本周会进行的一个美联储的一个议息会议此前呢，
大家对于整个联储的议息会议已经不在于本次议息会议会不会加息，而是在于加息的议息会是推迟到三月还是六月或者之后的一个时间进行。因此呢，近期的一个市场的信号呢，还是会对黄金提供一个持续上涨的一个动力。好的，主持人。好的，谢谢林翔。继续来关注市场。按照新股发行计划，今天呢，海顺新材将会网上申购，而高瓴股份中签的投资者在今天应该确保资金账户有足额的新股认购资金，不足的部分被视为放弃认购。那具体来看，海顺新材申购价格是22.02元每股，申购代码是300501，申购时间2016年1月26号，申购数量上限是13000股，中签缴款1月28号。公司是专业从事直接接触药品的高阻隔包装材料研发、生产和销售的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自设立以来一直致力于为制药企业客户提供防潮、防氧、避光、儿童保护的整体药品包装解决方案，持续开展药用包装材料的研发、转化和专业市场服务。根据深交所网站1月25号消息，高瓴股份网上定价发行摇号中签结果出炉，中签号码共有33340个，每个中签号码只能认购500股广州高瓴节能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的 A 股股票。另外呢，昨天进行申购的苏州设计当晚发布公告称，公司首次公开发行网上申购中签率为0.02297%，网上投资者超额认购倍数为4353.2689倍。IPO 新规后，首只新股高瓴股份中签率仅为1/2%，堪比彩票中奖率。本周有5只新股先后申购。天天有新股，可以说可以去打新。目前的 IPO 排队企业多达765家，如果按照天天有新股可打的节奏来发行 A 股，是不是能够吃得消呢？本周 IPO 的5只新股合计募集资金29.64亿，从融资总量和单位融资量来看并不算高，但在2014到2015年间，两市共发行新股348家，合计融资2200多亿元。在除去像国泰君安、中国核电、东方证券、东新证券这样的巨型或大型 IPO 后，过去两年上市新股的平均融资额只有4.8亿。在主板和中小板纷纷拉开年报披露大幕之后，创业板也迎来了首份年报的出炉。昨天晚间，花园生物披露的2015年成绩单显示，2015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1.5亿元，较上年减少4.8%，实现净利润1207.47万元，同比下滑67.62%，基本每股收益是0.07元每股。数据显示，在去年的4个季度当中，公司前3季度净利润呈下滑态势，甚至在3季度出现了亏损，4季度才扭亏为盈。近期发布业绩预告公告的公司纽密集知识，根据统计，截至目前已经有794只个股发布业绩预增公告，平均预增幅度达到232.17%，中位数预增幅度呢为50%。预增个股主要分布在化工、医药生物、机械设备和电气设备行业，其中呢中小创个股共有641只，占比达到80.73%。那整体而言呢，已发布预增的794家上市公司，合计将会实现净利润是2201.24亿元至2541.57亿元，这意味着相较于2014年的1544.58亿元的水平，整体将同比增长42.51%至64.55%。那就业增长幅度来看，442家公司业绩预计增长超过50%，263家公司业绩预计增长超过100%，35家公司业绩预计增长幅度超过500%，有18只个股预计也将增长超过10倍，44只个股实现逆袭，仅凭第四季度就有收复所有的亏损，扭亏为盈。万科和宝能股权之争随着万科的停牌被搁置，但是问题并没有解决，因此呢，市场对于停牌当中的万科也一直是倍加关注。目前呢，随着基金四季度报表的披露完毕，基金持股变化开始显露。那么国内这些基金在万科上的持股有没有话语权呢？据万科的数据显示，截止到目前，共有161家基金公布了四季度持有万科 A， 其中107家在3季度中已经披露持有，另外还有54家基金在3季报中被披露，在4季报中达到重仓股，从而披露出来。总体来看，
在万科上重仓持股的基金达161家，处于四季报基金重仓股基金数排名的第三位，可见万科作为优质蓝筹股备受基金的欢迎。但随着15年底宝能一步步推高万科股价，基金投资者在万科上大幅获利，整体以获利了结为主。相对于三季报全部基金持有万科4.88亿股来看，目前全部基金只持有2.67亿股，即四季度基金减持万科达2.2亿股，减持巨大。目前全部基金在万科中的总持股仅为2.67亿股，仅占流通股比例为2.75%。对目前宝能系持有万科24.26%的高比例持股来说，基金这少部分持股的话语权，对万科原先第一大股东华润以及万科的管理层，只能是杯水车薪，影响不大。好，接下来我们来连线到的是东北证券首席投资顾问郭峰，请他来点评一下今天有哪些消息可能会对于市场交易产生影响。郭峰先生，早晨好。你好，宇飞。下面我们关注以下几个重要信息。那么首先来看，大盘进入持续调整之后呢，两融余额也是连续创出了16个交易日出现了一个下降。两融余额呢，目前呢，截止到本周一呢，已经跌破了9800亿的这样一个关口。那么融资余额占 A 股流通市值的比值呢，也是再度出现了一个明显的下降，接近了2.88%。那么这应该是出现了一个持续的一个回调，两融余额呢已经连续16个交易日下降，刷新了历史的这个最大的一个记录。那么累计净偿还额呢也达到了2093亿，但是离9月底的两融余额绝对量的最低点的应该说还是有一定的距离。当时9月底的两融余额曾经一度跌到了9200多亿的这样一个状况，目前呢还在9800亿附近。但是总体而言，整个市场去杠杆的进程应该也是比较充分。那么这也显示，随着两融余额不断的下降之后呢，市场进一步被动恐慌的这种杀跌行为呢可能会有所减弱。那么这也为近期在春节前市场完成一个震荡筑底也提供了一定的便利。那么未来呢，融资可能会更倾向增持那些融资余额占比相对比较低的股票，相对来说这些个股的弹性可能会显得更大一些。那么也建议投资者继续跟踪两融余额的状况，一旦两融余额结束连续下降出现回升的话，那么这对指数的走稳呢可能也会带来一些积极的影响。那么再来看一下，确实市场要走稳还是需要一些增量资金。那么我们观察到保监会明确表示呢，将支持险企参与养老金入市管理，那么这应该是一个比较积极的一个信号。25日召开的2016年全国保监工作会议当中，透露出，2015年保险资金的投资收益率呢提升到了7.56%，分别比2013年和2014年呢都有所提高。2013年和2014年的保险资金的投资收益率分别只有5.04%和6.03%，那么去年的7.56%还是有一定的提高的这样一个迹象。那么同时呢，保监会也明确强调，将加大保险资金对国家重大战略和实体经济的这样一个支持力度。其中特别提到了支持险企参与养老金入市管理，比如像支持保险机构开展企业年金和职业年金业务，参与基本养老保险基金市场化投资管理。那么这应该也是去年年底人社部所表态的未来的养老金入市的这样一个计划。那么我们相信，一旦说养老金有入市的这样一个计划之后呢，保险企业呢可能会发挥一些更大的一些积极的作用。那么同时在服务民生方面，也将进一步推动商业保险税收政策试点顺利实施。其中像税优健康保险方面呢，重点是总结试点工作，完善试点方案，推动税优健康保险全国试点。另外在税延养老保险方面呢，重点是争取尽快推出税延养老保险试点政策，抓紧制定试点方案，并组织好实施工作。那么以上是那个保险资金的一些动作。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下，央企改革又出现了一个大手笔，中财集团与中国建材集团筹划战略重组。那么国企改革大手笔的重组计划再次启动，中财集团与中国建材集团战略重组呢发布了公告，这也标志着我国水泥产业去产能步伐的一个加快。因为这两个集团分别是作为两大央企背景的水泥巨头战略重组拉开了一个序幕。
那么值得关注的是，中财集团和中国建材集团旗下的公司呢还是比较多，而随着这些公告的出台呢，今天旗下多家公司仍然会在二级市场进行交易，那么这也给投资者提供了一些短线的机会。其中像中财集团下面的 A 股公司，包括中财国际、宁夏建材、中财节能、祁连山、中财科技、天山股份、国统股份。那么中国建材集团下面的 A 股公司呢，包括北新建材、中国巨石、洛阳玻璃、瑞泰科技、方信科技。那么这些公司建议投资者在今天早盘可以适当的关注一下。以上是我们关注的重要信息，下面镜头交给宇飞。好的，谢谢郭峰先生。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财经早班车，我们稍事休息，稍后继续。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财经早班车。以下呢，我们看一下券商的研报。招商证券的研报认为，习近平出访中东受到超规格的接待，签署多项卫星导航合作协议。另外呢，这个像表明呢，无论是从经济还是安全角度，北京呢都正日益的重视中东这块地区。由此呢，他也认为，为配合国家“一带一路”战略的实施，这次签署的多项卫星导航合作协议，为加快推进北斗系统落地阿拉伯国家夯实了牢固的基础。卫星导航产业将会迎来新的机遇，对于整个行业的投资评级呢，维持在推荐。关注的标的，他提到了像中航机电、中航飞机、航天工程，还有这个中植股份、中航动力等等。好，我们再来看看下一份研报，来自广发证券。广发证券的研报认为呢，工信部启动了新能源汽车的骗补调查，违规企业或将取消生产资质，和市场普遍认为这将压制碳酸锂需求不同，认为这将加快这个碳酸锂的需求。2016年的新增的供给呢将会比较小，看好新能源汽车的发展，预计需求端仍将保持快速的增长，供不应求格局将会继续支持这个价格的上涨。在这个由传统的卖矿模式向委托加工商业模式的转变，上游的矿企呢会有更大的业绩弹性。他推荐了一些个股，天齐锂业、众和股份等等。另外呢，盐湖提锂的技术进步可以市场关注呢，像西藏矿业、西藏城投等等。好，关注完研报之后，我们再来看一下重要的公司的公告。首先第一份公告呢，就是黑化股份发布了一个预亏的这样一个公告，预计2015年呢将会出现亏损，大约是在2.65亿，而上年同期亏损3.06亿。根据相关的规定，公司经审计，2015年净利润仍为负值，连续2年净利润为负值，在披露2015年年报之后将被实施退市风险的警示。沧州明珠发布了一个定增的公告，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数量不超过5000万股，发行价格不低于每股14.16元，募集的资金总额7.08亿，全部用于这个年产1.05亿平方米的湿法锂离子电池的隔膜，还有补充流动项目的资金。公司股票今天复牌呢进行交易。星宇股份也是发布了一个员工持股计划，这计划总金额不超过1348.2万，持有人总计不超过461人。那将董事会审议通过之后，6个月内通过二级市场完成股票的购买。该计划存续期36个月，锁定期12个月。河北钢铁也是发布了一个公告，为了进一步这个强化品牌的形象打开这个知名度，决定原来的证券简称由原来的河北钢铁变为河钢股份，公司全称呢是暂不变更，经申请公司的证券的简称今天起发生变更，变更后呢是河钢股份，代码不变，仍为00709。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财经早班车，稍后呢我们将会继续了解亚太市场，包括今天 A 股的相关信息。好，这时段我们来关注一下亚太。我们首先连线到第一财经驻香港记者杭宇。杭宇，早晨好，给我们介绍一下你所了解到的亚太早盘的最新情况好吗？好，早上宇飞，今天亚太股市开盘是全面回吐，从前两天的大跌当中下跌。今天我们看到日本股市呢是低开1.6%，另外韩国股市也是低开，跌幅0.61%。韩国今天早段最新公布去年经济数据，去年第四季度经济增长0.6%，而全年 GDP 呢增长2.6%，
这个增长数字呢要明显少于早前韩国各大研究机构的这个预测，主要是由于去年的经济环境呢明显的是不稳定，韩国呢受到 MERS 疫情影响以及全球经济不景气的影响，而澳大利亚股市呢今天是由于假期休市。宇飞，好的，谢谢航宇。接着我们再来关注几条有关于沪港通方面的消息。受惠于油价反弹，欧美股市上周五全线回升 ，ADR 港股比例指数也上升将近300点，报19380点，港汇基本回稳至强方水平，令这场股汇风暴的势头暂时趋缓。那截止收盘，沪港通双向净买入是港股通净买入是4.85亿，那额度剩余100.15亿，余额占额度比为95.38%。根据香港文汇报报道，内地企业通过 H 股全流通方式赴港上市停顿多时之后呢，酝酿卷土重来。消息称，在早前的全国证券期货监管工作会议上，中国证监会主席肖钢明确表示，研究解决 H 股全流通问题。那所谓 H 股全流通，是指在香港上市的内地企业所持法人股及国有股全数转化为 H 股流通交易。业内表示，内地股市的大幅波动，但是呢又重启 A 股发行， H 股全流通明显是想放行更多的内地企业来港上市，分流内地新股市场的压力，以免 A 股市场受到庞大新股上市而导致的重大压力。好，接下来我们再连线到航宇。航宇，给我们介绍一下你所了解到的香港市场方面的最新情况好吗？好，宇飞，正如你所说，香港市场前几天呢是表现回暖，但是今天呢很有可能是跟随整个亚太市场下跌。现在市场人士表示呢，香港股市呢在19000点关口呢是有一个比较大的压力。在具体的这些板块上呢，我们看到今天啊，这个市场比较关注的就是这些发布盈利预告的个股。由于中国国航呢最新发出了盈利预增预期，去年净利润将会增长6%到8%。我们要注意它今天的股价表现。另外就是晨鸣纸业同样发布了这个盈利预增，预料全年的净利润将会增长80%到120%。当然这些个股呢都是受到了这个人民币贬值的带动。另外还有新民中国发出了这个盈利预警，预期净利润将会下跌50%。还有一些中小盘的个股多数都是发出了盈利预警，所以在今天股价上呢应该都会有所反应。宇飞，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财经早班车，请锁定第一财经。稍后进入到的是晨会观察。好，我们首先来连线的是申万宏源证券研究所市场研究部总监桂浩明。你好，桂老师。哎，您好。对近期市场您怎么看？好的，昨天沪深股市呢都出现了一定的反弹，不过呢幅度较为有限，盘中呢也显示出一个震荡，但总体走势仍然偏弱。那么昨天的反弹呢，更多受到以前周啊这个周边市场的大涨，特别是原油价格大涨。但是呢，在本周一这样一个状况呢，又发生了一些变化。这个隔夜欧美市场都是下跌，油价也重回30美元以下，这就对今天大盘运行呢带来新的压力。从短线来看，大盘呢很可能这个也会受到海外市场的波动呢出现一定的调整。当然，由于前期跌幅比较大，这个所以调整的深度呢可能也比较有限。但是总体而言很难形成一个这个从走势上来说呢还是会显得一个偏弱啊，很难形成一个比较有强烈意识的一个反弹格局。那么目前而言，中国成交量比较萎缩啊，这个表明这种弱势整理格局呢还会延续一段时间，对投资人来说呢控制好仓位也许是目前最重要的一个操作对策。我们再连线到东证期货研究所的郭华。你好郭华。你好主持人。对国内期货市场表现怎么来看？商品期货方面，我们看到终于铜价随着油价的走低，出现了一个下浮，但是美元走软也是限制了这样的一个跌幅。从消息面上来看，那么近期非洲的铜产量是出现了快速增长，因为五矿集团在秘鲁的一个投资，那么这个大型的铜矿已经开始出现了生产，那么这个地区预计2016年的一个铜产量可能会增幅高达66%，因此从供应端来说的话，市场的压力依然是比较大的。那么需求端来看的话呢，国内下游的一些部分的铜杆企业是出现了回暖的迹象，但是整体的下游行业目前运营仍然是情况不佳，那么因此可能铜价短期以震荡整理为主，那么长线目前我们依然维持偏空的观点。
股指方面，周一国内的三大期指品种是走势有所分化 ，IFIC 是小幅收涨 ，IH 是阴跌收尾。那在欧美股市的大涨的这样的一个情况下，市场的信心是有所恢复，但是随着春节假期的临近以及宏观环境并没有大的改变，那么市场目前尚没有反转的这样的一个基础，短期来看，市场仍将反复筑底。那目前的成交量也是继续的萎缩，因此预计快速杀跌的行情可能不会再出现，那么短期仍然维持震荡的这样的一个趋势。好的，主持人。以下呢，我们再连线在深圳的南方基金首席策略分析师杨德龙。你好，杨德龙。你好，主持人。对于市场怎么来看？关注哪些板块？昨天呢，市场是出现了缩量反弹的走势，盘中呢出现了一定的震荡。整体来看呢，现在市场经过前期的大幅下跌之后，已经充分的释放了这个估值的压力。现在市场呢筑底回升的概率更大，但是由于节前流动性偏紧张，而投资者的信心恢复呢需要一段时间，所以市场更多是呈现这种震荡整理、缩量反弹的走势。昨天两市的成交量呢仅仅4000多亿，而沪指的话呢只有1600亿，这说明投资者的这个交投的意愿并不活跃。那这一方面说明呢大盘这种大幅回升的可能性并不大，另一方面也说明呢市场已经结束了连续大跌的这个走势，开始走向这个筑底的过程。那后市的话呢可能这个震荡筑底的概率更大，虽然不排除呢大盘反复的这种可能性，但是市场应该说已经是在底部区域，这个并没有太大的分歧。那经过新年以来2到3周的这个调整之后呢，那今年上涨的这种空间呢已经是打开了。如果说今年的高点在这个3600到4000点左右的话，那么市场呢就会有30%到40%的一个预期的回报。那么这一轮这个调整中呢，一些中小创个股跌幅较大，那么在后期反弹的时候呢，中小创的反弹幅度也会这个比较高，所以现在可以关注一些被错杀的成长股，特别是一些中小板的个股。那中小板经过这一轮调整之后呢，很多个股的估值回到了40倍以下，有些业绩较好的成长股呢已经回到了30倍以下。那这估值吸引力呢已经开始吸引一部分资金这个入场布局。那么春节前呢，应该说市场的这种利空因素释放比较集中，春节之后到两会之前呢，市场可能迎来一个难得的反弹窗口。投资者可以在节前呢布局一些被错杀的成长股，等待春节之后呢这个反弹中获利。从过往来看呢，两会之前市场上涨的概率呢高达80%。这个特别是今年的这个春节之前呢，大盘已经是调整比较充分了，所以预计的话呢，这个春节之后可能会迎来一波反弹的行情。好，好，谢谢。好，以下呢我们汇总一下今天一财成连线当中各大权威机构的晨会观点。东证期货认为呢，受制于强势美元及供应压力，铜价依然低位徘徊，其实主力呢持续性增仓，中线不改反复震荡。南方基金认为呢，大盘维持震荡整理，缩量反弹，关注超跌优质成长股，大盘指数已经处于底部区域。好，今天的一财晨会连线就和各位关注到这里。以上呢是今天财经早班车的全部内容，更多的新鲜资讯也请您关注我们的官方微信第一财经资讯。另外呢，如果您想随时随地浏览更多独家及时的财经资讯，可以搜索下载第一财经手机客户端。请锁定第一财经，稍后为您带来市场零距离。